你好，我是第三届升级专家黄师傅，是水喉师傅嚟嘅。如果你话仲讲一个师傅 Apps 嘅比较咧，咁 HowToBe 就专业好多啦，因为分咗太多嘅细项啦，同埋佢个宣传做得很好。咁例如假设个 Apps 发生有问题嘅时候咧，我哋打翻上客服咧，都可以即时到处理到，同埋解决到我嘅需要同埋个问题嘅。有一個叫 Peter 的同事，咁就佢幫我跟進我嗰個個案啦。佢會教我做好多，令到幫助到我點樣可以上一層樓嘅事啦。例如寫一啲自己嘅簡介啊，咁啊教曬我點樣去做啊，咁樣啊，咁幫助非常之大嘅真係。